泰山公有市场是一个整洁干净的好市场，尤其对于社会公益的投入同样是尽心尽力，像他们今年就把土地公的香油钱提拨出来当作是奖助学金发放给清寒家庭的学生，希望借此来鼓励他们努力用功读书，将来长大学有所成，要懂得感恩回馈社会。泰山公有市场为了回馈地方，将今年的土地公香油钱发出作为奖助学金，以帮助地方上较为贫困的家庭学子，让他们能够在生活上更加顺遂，鼓励学子们努力向上，用功念书。今天非常荣幸受到我们公有市场的邀请，今天我们将颁发土地公的奖学金给我们这个周边地区的学子的一个鼓励。这个公有市场在议员从乡长任内跟地方人士一同共同促成，才有今天繁荣的景象。那我们也很谢谢所有干部以及所有地方人士的辛劳，让我们今天促成我们土地公奖学金。议员在教育以及文化上，我们希望看到今天在场所有的孩子能够继续努力，给他们一个鼓励。那么未来不管在任何方向，我们也希望带动我们公有市场经济繁荣，让一切泰山地区发展越来越好。现场领奖的学生以及家长表示，本次领受奖助学金就像是一场及时雨，解决了生活问题，对泰山公有市场非常感谢。我来了做总干事以后，我就怎样个改变？就是讲要让实质这些钱会当加遮的咱的家境较有困难的学生囡仔吼，所以阮改变的方式就是讲通知学校的老师，只要你班上学生囡仔吼家境较无啥方便，也是讲单亲的爸母身体无好的有需要这一点这救济吼，所以阮就成立这个奖助学金每一个学校。来以国中来讲是两个国中每一个学校是20个一个1000。泰山公有市场除了是一个明亮干净整齐的传统市场之外，对于地方上的回馈也是同样尽心，相信本次的奖助学金发放活动能够让更多的学子们受惠。记者在泰山采访报道。